这只斑马被一只狮子缠住，在水里挣扎的。忽然，它灵机一动，顺势把狮子的头往水里按。当狮子头在水里同时，再用自己擅长的斑马踢，狠狠地踢狮子头一脚。果真，狮子一下子就逃开了。这时斑马重心不稳，直接在水里大踢特踢，这让正在岸上看的那只狮子也不敢下水。斑马这自救的办法真是令人佩服。